为的这个它的经营目标啊，它的设定是以一定的利润率水平上成的快速的成长作为目标，而不是以这个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。它追求的是公司的长期有效增长。如果每一个人都选择了自己的方向，这样一辈子的做下去，做精做透，我想这个就是现在经济学家所说的，包括 AI 将来可能会造成失业啊，会造成什么这些问题，都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的。华为就是专注于自己的领域，专心一意地做好一件事，这个为国家做贡献。